我是陈杏仁，京师百货营业部专员，进入职场四年，只加92汽油，从不请客，不买超过300块的衣服，不看电影，不唱 KTV， 不做小黄。我会这么抠，是因为我想要买一间自己的房子，接妈妈来一起住。今天是我最热烈期待的一天，狼勒总踢勒狂。身为上班族的我，忍气吞声，忍辱负重，耐操耐劳，天天加班不含泪，长官乱骂不还口，省吃俭用，从有限的薪水里存到我人生中第一个100万！是的。这100万虽然只是全球经济上的一小步，却是我人生中的一大步。这100万让我离买房的梦想更进一步。虽然我很节省，但是偶尔也会小小奢侈一下。时尚教主余承风是我的偶像，虽然买不起他的衣服，但是我买得起他的杂志。是一个平凡的上班族，长相一般般，身材一般般，智商一般般，学历一般般，表现一般般，收入一般般，就连穿着打扮也是一般般。也许有人觉得上班族的生活很无趣，但是我一点都不会，我喜欢上班。我相信只要再多点努力，就一定可以成功的。沈杏仁，冲啊！小姐，你请问你在干什么呀 ？Let me 嘻嘻哈，哈哈，你该不会是要帮我们营业部的沈杏仁打卡吧？当然不是啦，经理。我是怕杏仁等下来会找不到卡，所以先帮他拿着。人都没来，你拿什么拿？帮人家打卡是严重违反公司规定，你这个行政部的你会不知道吗？不是，我要说你这些年轻人哦，我们一路含辛茹苦的帮。经理有没？拿那么多吗？哎。给你脏到了哈，不然我还在想说你这个连续四年全勤的记录就要脑损了。经理，我以后会早一点出门。你看你看，1234567，100万，七位数哎！我还以为我要再存一个月，没想到去年的退税汇进来了，我现在离我梦梦屋又更进一步了。100万啦！哈，沈杏仁，冷静点啦，小声一点啦。对哦，我现在是百万富婆了，要低调，要低调。张借我一下，你要干嘛？PO到脸书上啊！每天拍我跟这些早餐，也太无聊了吧？要是说啊，我存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这种文章，一定会很多人按赞。帮我拍一张，帮我拍一张。啊，你不是有手机？帮我拍一下嘛。好啦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！那个谁，这个新人交给你带了啊。好啊。
我不要。嗯。哦，秦先生，你真的以为姓秦的就是老大、啊？我才懒得理你嘞！想不想当组长？想，对不对？就要学习带人嘛，交给你了。是不是真的需要？需要。我跟你开玩笑的。我是认真的。我先跟你介绍新同事啊。时间到了，我要去吃饭了。喂，秦子琪，秦子琪，秦子琪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你要去哪里啊？都说了吃饭了，都快十二点了。我刚刚在介绍同事，你理都不理，这是新人该有的态度吗？那请问新人该有什么态度啊？尊重主管啊。所以不管主管对或错，下面的人都要闭嘴服从，这应该不叫尊重吧？好用，我不管啦，反正经理让我带你，你表现不好，我要负责。我真的饿了，有什么话我们边吃边说。朋友了啦，全部叫来。啊？我们公司一共有252个专柜，营业部要做的事情呢，除了楼层管理之外，主要还要协助专柜达成业绩。我在说话，你可以暂停一下。牛排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说你的，我有在听啊，你继续说。好啦，反正一、决定好了没有？哎呦，花一天薪水吃一下午是无价值的。想吃什么就点，我请客。早说嘛你，乐乐。秦子琪，你不要想靠贿赂收买我。我无所谓啊，有人愿意当凯子，我愿意被他收买。刘云乐，喂，我是金狮百货营业部的沈杏仁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想要邀请余承峰大师的品牌来进驻我们的百货公司。是，我知道你们不设柜，都是直营店，可是我们真的很有诚意，可不可以麻烦大师切出一点点的时间，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喂。不是，你干嘛多嘴提余承峰，而且还是在总经理面前？我只是举个例嘛，谁知道变成这样？好可怜哦，沈杏仁，你真的是一个令人心疼的女孩耶。我这边倒是有个方法可以帮你哦。怎样？很简单啊，你就当余承峰是个小咖，找他设柜是给他机会。把你的姿态摆高一点，搞不好他就会答应了。害什么害啊？你们知不知道公司业绩为什么会下滑啊？谁知道啊？说来听听啊。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员工，要不就是笨，要不就是幸灾乐祸，要不就是放马后炮，要不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公司业绩会成长才有鬼嘞！请问一下哈，你除了批评抱怨之外，你还会些什么啊？我很想做点什么，可是没有机会啊。有机会怎么会没机会？你可以帮杏仁搞定余承峰。